我们要去香港啊，坐火车去机场，送你们一个去旅行一个好哎。这个房间真是太大了，无敌大海景啊，楼下火锅饭店真系喺楼下噶。成只卡，必点必点。好惨啊我哋。午餐有 burger。他到底是做什么隐形富豪来的我的妆容怎么画我通常Hello 大家好，又是我美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我现在在妈妈桑 Elise 的家，因为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机场。去哪里了啊？看标题都知道了，我们要去香港啊。香港的朋友我们来了，香港欢迎你。 Hello，点解我哋会咁突然间去香港？其实都唔系突然间嘅，因为这个香港的趣是妈妈想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耶！谢谢你，我爱你。等你很久了咯。因为我们都很忙了，然后我们现在，那我们现在才能抽空到现在的时间飞香港。因为如果再不去来讲的话，太热了。因为我真的是不喜欢热天旅行的，我也不喜欢。所以我们现在趁着它还是不冷不热的时间，几度啊？23度28度，好简单嘅，冇好似马来西亚咁热，我哋就得咗啦。哎，我们这次不是坐 Grab 去机场，我们要体验一下火车啊，什么 KLIA Express 啊？ Okay, 对，因为我们这边已经习惯大车了嘛，所以我们要体验一下坐火车去机场。听讲很快，28分钟。如果你要 compare 坐车去哦，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现在是 Raya 的时间嘛，然后我们怕很塞车，虽然是今天是塞车，我今天看到有 update 了，很多车。安全起见，我们就搭火车，顺便体验一下，反正都没有坐过嘛。你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呐、啊？搭那个火车比较方便的。不是说方便，啊、省钱。第一是省钱哦，第二省时间，因为半个小时就到了，两个人车票才98块，在路那边买的啦。跟 QR code 你是可以直接进去了。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去 ，no。KL Central。哎呀呀呀，懂不懂？不要搭这种，搞错。上网买票就是那么方便。对，哇，不是开玩笑，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去机场，是不是很好的经验呢？对，然后它的票啊，其实如果你们当场来买也是可以的嘛。对，可是比较贵一点，55块。哦，来了来了，哇，位置也是还蛮大哦。哎，坐边度得？哇，有台仔啊！哇，火车开了非常的准时。我要介绍你们一个去旅行或者是有在这边 day trip 啊 outstation 的一个好 app 去旅行，不是有人负责阿公手的妹啊，这个东西是可以记录一下那个人给了多少钱，你们欠那个阿公多少钱。这个 app 叫做这个 Splitwise， 这个 app 按进去，我们现在今次去香港，我们两个人去，我就可以 create 一个 group， Hong Kong group， 放每一个人的名字里面。这个就是我欠妈妈赏的钱呢、啊、因为这个是我给钱，所以我这里可以 set 谁给钱，总数多少钱，然后要平均的 split， 或者是我给多一点他给少一点，或者是他给多一点，我们也都可以以 percentage 来去计算的。这个 app 呢可以帮你算到便便，你就不需要用 calculator 自己算了的。所以这一边呢可以写好像比如说今天的 dinner 多少钱，然后这边你可以选，这个是我给钱，我们 equally， 这个是我给钱，我请客了就我给完了。如果这个是妹给钱，一般，或者是妹要请客，就完全是妹给。然后比如说这一餐是我给了，然后过后就 save 之后呢，这边会写的签妹后50块，看到有没有？对，这些是妹后欠我的钱，这个是我欠妹后的钱，他这里有写妹总共欠我多少钱，他这边已经算好好了的，所以就比较容易看，你就不需要去，那天好像是你给还是我给啊？对对对，我给还是你给啊？交钱啊？比如说买火车票啊，去便利店买东西呀、啊，就会觉得哎呀，小样的你可能会记得，可能一下子你就忘记了。给人家的不给。对，就要算好好来了，毕竟一大班去玩哦，那笔钱也是辛苦钱嘛，所以你到了这个 app 内，让你跟你朋友收回钱呢，就比较方便一点。很好的，就是记录你总共花了多少钱。我们想听，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个东西哦。
真的不是搞笑，我們真的28分鐘已經到機場了，是很方便，大家可以體驗，因為都 OK 的，就是火車哦，又很近，然後就是很 chill， 然後你可以沿途看風景。托妈妈赏的福，我第一次做 candy。哇，怎样怎样？感觉如何？很 fresh， 好干净，好光啊！它的位置是橱窗哦。对，然后这边也是可以放你的东西，还有这些。充电话。蛮不错，蛮不错。快就是我们的晚餐，我点的是 pasta， 马上点的是咖喱通饭，啊，还有 ice cream。欢迎光临吗？香港欢迎你。我们终于到了香港的机场，然后现在呢，我们要买火车票到火车去我们的酒店的。然后我们 suppose 要在机器买那个八达通嘛，八达通 sold out 了。不过它其他的那 machine 哦，就是不找零钱的，所以我们就在考德买票。妈妈想帮我买，妈妈想已经买了这个二人行单程票火车，然后这个很肥嘞喂。两个人150。嗯，然后我们就去九龙站了没？对，那个 counter 也顺便可以买八达通，所以我也买了一张，一张200块，然后里面有150港币，50块是 deposit 是吗？对，你不打算再用了，你就还你啦。去 customer service 面还了给他，还要给回你50块。哎，咁样我哋系咪错嗰个？系啊，24分钟，值得市中心全程最快，哈哈哈哈。哇，这个就是我们今晚住的酒店哦，老毕，好壮观哦！无惊无险啊，而家12点咗啊，本来想休息咗嘅，但系我哋一 check in 我哋嘅房，吓一跳了宝宝，这个房间真是太大了，给你们看看这个房间到底有多么大。首先我哋呢度入嚟，诶，吱吱行，吱吱行。哇，你知道我们前面是什么吗？无敌大海景啊！可能现在晚上你们看不到啦，可是前面是海呀、啊！狐狸妈妈，这个是柜啦，保险箱啦，衣橱。哦，系啊，忘记俾你看厕所，够力了。还有，八达。有一点小兴奋，因为我之前来香港住的酒店哦，就是小小的。你仲记得之前我哋嚟咪住一间酒店嘅咩？叫个房系七七咁样。我上厕所的时候哦，它的门哦是这样关的嘛，所以我全程不能这样子，我是要这样子。要不然就坐旁边。冇，我个脚顶到门。我知，所以我个脚咪即系侧边咯。咁样。吓，乜嘢？好奇怪啊！所以这个房间，我跟你说，这个房间无敌的大，哇，很满意啊！大家早上，瞓咗一晚，瞓咗6个钟，系咯。他的床很爽，我躺下去我就睡着了。来给你们看看我今天的装扮，今日系行 Y2K 风，靓唔靓？靓到，多谢。点解会同佢旅行呢？因为佢会死猛赞你，好靓啊！昨天我们晚上 check in 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已经兴奋到睡不着。然后呢，我们就开了窗帘，想说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景。哇，早上的景很漂亮。我以为我们的海景就是两个窗口，我们也 OK 了的。我们的房间是有没有180度？165度。多谢 Harbour Grand 九龙，九龙九龙 Hong Kong Hong Kong 九龙。有啲蒙蒙地，今日嘅天气系 cloudy 啊。对面系北角同。罗湾之后再上啲去嗰边咧就系湾仔，再上啲咧就系中环。哈，睇到冇？点解佢咁熟？香港以前是他第二个家啊！对对对，对对对，我哋晚上一边喝酒一边才聊你的，因为很多人对你来非常好奇。我们晚上在好奇什么？我就是一个很爱旅行的人。哎呀，有一点雾啊，看不到啊，但是它的景是美的。
聽 Elise 講啦，去香港咧，我哋係日日要搭船嘅，係咪？我哋住嘅係喺九龍區，對面係叫香港島。如果你要過去對面咧，我哋嘅 ferry 就喺前面度行過去，之後坐 ferry 過去對面就去到香港島啦。因為咧，你就要坐轉一個大圈坐地鐵，坐的士可以過到去嘅喎。過到貴啲咯，錢唔係問題。好，我哋搭 ferry。我们的酒店有包括布菲早餐啦、啊，哇！睇住无敌大海景食早餐你会，他太多东西吃了，他还有公仔面呢。可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出去吃很多东西啊，所以我就不拿那么多了。我拿的东西其实也蛮丰富，还有熊仔，然后粥啦，一些点心、培根，还有鸡蛋。Hello 大家，我哋而家到咗呢个香港啊，一定要嚟最新嘅摩叫 K11 Muse。这边呢是 shopping 啊，还有看那种 art 的那个地方来的。有很多名牌的东西，哎呀，我的头发。对，哇，头发很大风啊，因为这边哇靠海的。然后呢，像我们这种很 art 的人呢，就是很啱来这边啊。好有艺术家嘅感觉咧。艺术呢家嘢，你识条铁咩？看到小红书哦，很多人都推荐来这边，说如果下一次来到香港的话，不妨来这边走走，因为这边刚开不久，哇！这个景真系超级无敌。请把冰山劈开，请把冰山劈开。无谓再抑压心底爱。broccoli 啊，康啱嘅 broccoli。嗰个 broccoli 平时八十卖唔系好贵啦，但系呢度系460港币啊。拜拜。Hot carnivore。我们来到了深水埗的这个鸭寮街 C2 出口，其实这边呢就蛮多这种二手电器啊，二手 CCD 的数码相机啊，或者是二手的沙波浪仓的嘛。之前我就有来过啦，可是那时候我来的时候没有这样多人。沙波浪仓，沙波浪仓，安迪啱嘛？我，你安迪，你系边一个？哇 ，CCD 啊 ，CCD 相机啊。老板帮我试影几张 testing 哈，如果你们考虑看哪一家，你们也是可以叫老板给你们 testing 看下拍出来的质感跟画质，你们喜不喜欢？如果90年代你们有看过周星驰这套电影，你们就知道这一家茶餐厅系韩国一条龙啊。阿妹，你做咩啊？我哋完呢阵啦，再见啦。唔啱 channel， 我哋转 channel 啦，转你嘟嘟。它真正的名字叫红云冰室饼店，因为在戏里面呢，它是叫韩文茶餐室。我们现在来吃个蛋挞。进来这边的感觉不像我们以前看电影的那个座位啦，毕竟好耐咗，系咪？差不多有20-30年咗，所以它的那个位置咧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比较磨嫩一点。花香肉丁，冬粉，我很喜欢吃，因为很好吃。试下佢的奶茶先，我今日冇味啊！你要自己加糖哦，大家。你就闻啊，胡椒。我们来到了金鱼街，系金鱼，金鱼啊！
啊，给你们看他们装修，只是用那个柱子这样子架住哎。然后那个工人没有绑安全带的嘞，说得太晒雷了。哇，我们现在来到了美都茶室。这个美都餐室类其实在1950年哦已经开了的，然后很多 TVB 啊还有一些拍戏哦，他们很喜欢在这边取景的，很有 feel。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三点三吃个包饮个奶茶。三点十了，是的呢，两位好。哇，这个地上很有怀旧的感觉，然后这个是那个彩色的玻璃窗口。西多士豉油王炒米 ，try 一下的豉油王炒米。煎到很脆啊，那个皮，蛮好食，唔会太甜嘛，系咪？太好吃哦，最多有豉油王炒面都好食，好好食。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话，可以试看点这两个。回来酒店更一更衣，我哋又出发，我哋去食火锅。妈妈神咧，佢去边度都有朋友噶喎。今次咧，我哋就回一回佢嘅香港嘅朋友。好耐冇见啦！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嘅朋友。我现在就下着绵绵的细雨，这个酒店很好啦，它可以借我们雨伞。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过去搭 ferry 啊，该对面系大澳。不过，我们酒店步行大概两三分钟，我们就到了搭游轮的地方，很方便。我们上楼上，我们现在来到了铜锣湾站，我们要去吃沙爹火锅，它的店名很可爱，叫做楼下楼下火锅。终于到了，它楼下火锅饭店嘛，真的在楼下的。这个楼下火锅呢，是在这个铜锣湾站西出口，一路走大概两三分钟就会到了。哇，这个火锅真系好有香港的 feel 啊！哇，好正啊，好靓啊！哇，我们有包厢的哦，果然。哎，唔系啊，谂多咗，包厢唔系我哋，我哋坐包厢嘅出边。Hello， 呢位系依赖嘅朋友 Rebecca， 你好，你好。其实咧系我老公嘅个人嚟嘅，系啊系啊，佢个老公嘅咯。佢老公唔中意佢，中意我。识拣都知道点拣。哎，我唔知啊，呢个未识你哋啊，嗰时候你哋拍拖嘅时候。我们点了两个汤底，一个是招牌沙爹，一个是盐西皮蛋清的，这个重口味的。我们刚刚吃完我们的晚餐啦，这个楼下火锅饭店的东西真的不错吃啊，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它的那个汤觉得蛮特别啦，食材非常新鲜，一定要点它的香菱鱼，因为是他们的店自己做的，很好吃。还有一个是什么梅菜猪丸啊，哇，正！铜锣湾的晚上，哇。我在这边一直拍那个我的 reels 的转场，在这边的马路走了好几轮啊，走到我都不好意思了，给你们看一下我该拍的东西。哎呀，走到我有点尴尬癌了。天板，怡顺牛奶公司是这个装奶啊，这边最出名就是香培奶啦。看到这边有这个香华咖啡炖奶、朱古力炖奶，如果你不吃奶的也没有关系啦，它这边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吃。
好吃的，但是如果你们不喜欢那种牛奶很重的味道来讲的话，啊，这个可能不合你，因为它的牛奶味很重，但是是香的。多谢 Rebecca 的甜品啦，啊，我多谢阿 May 带呢个俾我。诶，唔系我带的，是依赖带的。真的，紫色的 Twisty 啊 ，Twisty。香港冇噶，香港冇紫色的。我真的很不想跟妈妈上讲话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说开我就问他，哎，那个烧鸡湾做什么的？他讲什么做什么的，就有人住的地方哦。跟我讲，天牛咧，冬天又做天牛的咩？我不可以问嘅。你的问题很奇怪。唔系，好烧鸡湾做咩？烧鸡湾做咩嘅？我答你唔到喎。那深水埗我们知道，就是他有卖二手的东西呀，啊，这样子嘛。我意思是这样的，哦，OK 但是你的问题都字眼错了。他就是油麻地出卖了。金钟去那里敲钟的，你看这里，你救了我就笑我了。Hello， 大家，我们刚刚回到来酒店，然后本来要去冲凉了，忘记今天答应你们一件事情，就是他。很多人对妈妈桑依赖很好奇，我跟你讲，有一个人在我的 comment 那边留言讲说，依赖，你觉得他是隐形富豪来的？很多人很奇怪他到底是做什么，他其实是无业游民来的，他是一个家庭主妇。哎 ，sorry， 家庭主妇是你老公，你不是家庭主妇来的。我没主业了，就自己有开公司做工啦。因为工作需要整天飞来飞去的，所以他飞来飞去嘞，一点都不出奇的。OK， 00后可能还没有出事的时候嘞，他的公司是做电影的。不是我的公司，我是在电影公司做工。I mean 就是你做的那个公司，他是做电影的。Okay. 不是说你公司。哇，几岁了呀？我开公司啊。他看过很多明星，例如讲来听听看。郭富城。对你爱不完。黎明。黎明唱咩歌嘅？王菲。王张扬。谢霆锋。谢霆锋。吴彦祖。吴彦祖没唱歌的 Lucy 的老道，我的那个年代最帅的陈冠希，他有见过我，何止见过啊，我还载过他咧。他驾着他的 Vira 仔载他去买 Starbucks。 陈冠希那时候还是很年轻，19岁而已咧。你有没有这样样拖住去驾车？我直头咁样啦，你啊，姐姐带你出去饮咖啡。Oh my god， 好羡慕你啊！他那时候就因为也不流行拍照嘛，还冇正规嘅。不是不流行拍照，因为我是工作而遇到他们，所以我不会去拍照。咁样你叫我个 audience 点信你？口讲冇凭，我想讲我会帮他拍一张照，然后帮他 edit 很多明星在旁边。为什么我会跟他一起旅行的原因，是因为第一我们住很靠近啦，第二我们也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三最近。有个系佢 ban I plan， 我是个是咯，不是我去哪里，今天去哪里，明天去哪里，后天去哪里，今天就有去那边咩，明天要去那边咩，有咩，去哪里，然后天天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然后我还经过讲，等一下什么什么站下车，哎，不要站落车啊，我哋冇代沟噶，我们什么都能讲的，所以我们就变成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妈妈桑，因为嗰阵时候你照顾好多仔仔女女，所以大家都叫你，哦，多谢善恩啊，就这样啦，希望我的答案已经有解答了你们的疑惑，这个 Elise Leong 到底是谁？究竟是谁？你究竟是谁？你是不是隐形富豪？为什么隐形富豪？好啦，就这样啦，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蹦蹦，明天继续。明天精彩一下哦。真的，因为我们今天哇，我第一次哦，8:30就出门，出到现在11点才回到酒店，真系好攰咗，所以我唔讲咗，大家早唞咗 ，OK。早上啊，大家！今天是我们来香港的第三天，今天起得特别早，是因为你们都有问我，就是我的妆容怎么化，所以 OK， 我今天就拍一下我化妆的过程。其实我化妆化来化去都是一样的啦，但是有时候会在眼妆那边添加不一样的色彩，就乱化的啦。所以我已经上了我的保养品。旅行呢，我就是喜欢带这种胶质状的保养品，容易携带啦，然后也不会弄到你的 luggage 太重啦。上了保养品之后呢，防晒霜是一定要上的 ，Mistin 最新2023年的升级版。虽然现在香港的天气 cloudy 啦，还是什么天气的好，我都是会擦那个防晒的。我的脸肿啊，它就是不会死白，也容易吸收啦，也不会来感觉到黏黏。OK， 现在我要上粉底啦，粉底其实我带两支来的，一个是 MAC。
这个是那时候我去新加坡忘记带 foundation 的时候，我去买的，试一下新的牌子的粉底液，意外的好用。然后我也是有带这支 Dior Matte 的粉底液，这两支有什么不同呢？其实 Dior 这一支也蛮不错的，它的遮瑕力没有那么的强。果比如说你有痘印那些，你上这个来讲的话啦，可能你需要用遮瑕来补一补。它好处就是它上脸非常的快干，然后它也控油非常好，是蛮不错用的。因为有痘嘛，所以我就用这个 MAC， 这个 MAC 很好用，它一上就是你那些没有很深的痘印哦，都可以马上遮掉。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BAM 是要另外买的。我那时候在 Sephora 看到这一支粉底液接近200块啦，然后那个BAM50块，我就觉得不用BAM了，我自己倒了。它的那个流动性也是非常的好，我每次习惯呢在我的粉底液加那个油的，可是我没有带到蓝牙就算了。 OK， 粉扑呢我都习惯喷一点点水，那就比较好推开。这边哦本来有浅浅的痘印哦，我这边也是有痘印了，它就很快的遮到，而且我还觉得蛮服帖蛮好用。好犀利啊。OK 哦，如果比如说你的痘印很严重来讲，你还是要用你的遮瑕膏来遮啦。我通常会选接近我的颜色再白一度，因为如果你选一样你的颜色哦，茶都全部茶了没有。给你们看我上了粉底的样子。你之前没有擦 primer 呢？哎呀 primer 啊，我时候会擦买那个 primer 啦，忘记带就算了。 And then 呢我来上遮瑕，虽然我们的粉底液已经可以遮到七七八八啦，但是我还是会遮瑕，是因为我有黑眼圈啊。 Dior 的遮瑕膏也是蛮不错的，它是这样啊，它头还蛮大啦，我都是会点点点点这样子。为什么我的那个眼睛那边要这样子点呢？是因为不可以这样整这样子点，因为我发现到我整盘这样子点来讲哦，我这边好像会卡粉，你懂吗？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分量呢是刚刚好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往下，然后慢慢折。你暗沉的地方呢，这边也是可以提亮的。我觉得它遮瑕力还蛮不错啦，所以我这边有痘印哦，基本上都可以遮掉。上好我的底妆跟遮瑕，现在 before 我上这一个散粉呢，我会用这个我的好姐妹 Rihanna Fenty Beauty Fenty Beauty 的 Contour， 我就用这种浅棕色画，敢敢画我们的鼻影。我通常通常我的鼻影会这样子，你不要看到好像很深啊，你等下均匀的推开之后它是正常的，想收的地方尽量减减去。 And then 我们再用我们的遮瑕，然后再用这个海绵均匀的，它就有浅浅的那个鼻影，然后这边呢往上推开。 OK， 搞定。再用我们的闪粉，也是 Mistine 的，这个 Mistine 的闪粉还蛮不错的，它有个镜子之外啦，然后它的那个粉很细很好用，在那个有痘印的地方先轻轻的按压给它定妆先，其他的地方就你可以斯文的。那个鼻翼那边哦，记得按多一点，因为通常鼻翼哦比较容易出油卡粉。哇说很累，哇看到那个烟嘛鸡细腻啊，我不喜欢那种 glow glow 油油的感觉，所以我每次上完粉底一定会上蜜粉。你看嘞，像眼影啊，眼影啊，我的化妆包。啊，人家喜欢清香。化什么妆呢？那我就用这个啦 ，3CE 的眼影。首先我都会上这个底色打底。上了之后嘞，我就会用这种颜色一点点哦。可能你们看到现在好像很夸张这样，等下我们上完全妆呢就是正常的了。 OK， 上完这个眼影呢，我们来上眼线。眼线也是一样啦，我用的是这个 VUP， 很好用啊，买了很多支，它颜色比较自然，怎样画我的眼线。现在呢我只是会撩后面而已。然后我也是有用这一个 YCON，它是笔的，但是它不是铅笔的笔，它是这种，也是非常湿滑。我会来画下眼线。
上好眼线，我们上眉毛。眉毛我用的是 Shuimura， 用了它的那一个名字都掉了，因为哦这个可以一直替换它的那一个头，所以我还是用这一支，因为它新款那一个、哦、是没有刷子的，所以我都是会来刷我的眉毛了之后，我就开始画我的眉毛。我通常呢都是会画后尾先。上 mascara， 我每次上睫毛之前，我都会先用这个夹来夹翘它再上。mascara 我用的是 Canmake， 之前好物分享有介绍过的，又便宜又好用，我在日本买啦。上了这个睫毛膏之后，我们就要打开我的最爱，烫睫毛的，用了很多年很多年，它是放电池的啦，你们也是可以去买，不会贵，这个之前在莎莎买的啦，40多，可是我不懂现在莎莎有没有啦，因为莎莎好像经常会缺货的，等它热泪大概要1分钟就好了。现在我的睫毛也是算翘了嘛，对不对？等一下我在烫的时候给你们看看更翘。各位观众，是不是很翘 ？OK， 现在我呢，我在用我的这一个粉饼的 Control 再加深我的鼻影。Next 上我们的腮红，我带了这个 Mistine 的跟 3CE， 颜色有什么不同呢？这个是比较深色一点的，那这比较浅一点。今天我就用这个吧，因为我昨天已经用了 3CE 的。我喜欢用的腮红呢就比较偏橘，那我不适合用拼拼，因为我皮肤比较油。是不是这个颜色？哎呦！哎 ，OK。不好意思，房间 aircon 有点冷。好啦，来一个卧蚕。最后上我们的口红。口红有很多，然后我发现到那个 Mistine 的那个口红也是蛮不错用，它是这种哦 lip gloss 来的，可是它涂上去很快干，颜色也很自然。你看现在我的嘴唇没有颜色吗？很自然。然后它上嘴了之后哦，它就很快干了，它不会油油这样子的。我用的这个色号是清水蜜桃 S226， 它有很多颜色，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就是我的 daily 妆容，感谢大家的收看，现在我要换衣出去了。我已经换好衣服，绑了一个 Y2K 头发，然后穿了这个。今天走什么风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舒服就好。这个 jacket 是我在那个 Shein 买的，它是短版的外套。什么？到林峰。今天是年轻风 ，Let's go， 我们去吃早餐。哇，我们现在来到了北角，来拍这个高楼大厦的照片。因为之前我来过香港啊，我去过那个在宇宙的怪兽大厦拍照的。然后这次来到这边也是一样要取景拍美美的照片，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北角的街市，还有叮叮车在中间的嘞。现在下着绵绵细雨呀、啊，好烦呐、啊！现在呢，我们要等雨停，才可以去下一站再拍照。我们先喝杯咖啡。我们来到北角的附近，走大概2分钟的咖啡，有美景看的。对面是糖水道花园，买糖水的。哇！
双关啊。我们这一站呢，来到了太古站，太古站，然后 B 出口转左，一路七七巷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怪兽大厦了。我们就不进去了啦，因为之前我进过拍过照了啦，所以我们就在外面呢，跟那个叮叮车拍照。其实不大，它是那种绵绵细细的雨，就是很烦咯。对，然后一直就嗨了，不用紧啊。我们现在等叮叮车，体验一下坐叮叮车去吃碗汤。什么鬼？体验区？没有，没，我意思系讲坐叮叮车去一个站食碗汤面，食叮叮。体验坐叮叮车去食碗汤面。够咗。哦。上去上面。我们刚才坐接近有30分钟的叮叮车哦，全程才3蚊港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多余时间，可以来试看坐个叮叮车，沿途欣赏一下香港的风景。我们现在呢要去中环的闽恩街那边吃云吞面，麦恩记，听说闽恩街是麦恩街，闽恩街啊，麦啊，闽恩街，闽恩街我讲。中碗的那种鸡香物，那个番薯蛮嫩的，听说很多明星都来吃的。可不可以同你拼台啊？谁啊？我是明星。多谢。因为没位啊。它的蝦子很香，最重要是面条，那面条哦很 Q 弹，所以就弄到你一直很想吃完那个面。然后它的分量其实不会很大，所以小鸟胃口的妹妹们，你们可以来这边试一试。好吃哦，嗯，它面很好吃，吃饭晚餐，它面很 Q， 嗯，好，我要，嗯，看得出它的虾很大只，成只啊，成只虾。看到冇？如果你晚餐吃不够来讲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直接再加一个小吃，只是晚餐很好吃。晚餐里的面只有四粒，上次一定要来。我觉得汤的比它几米，因为那个汤很甜，而且它不会死咸，然后它的面再配上那个汤，我觉得那个面更加的 Q 弹，汤都比较好吃，因为那个哈吉米我觉得有点干。哇，它的汤很好喝，必点。可以想象我们是有多饿。3点半了嘞。我们只是在酒店吃早餐不？是啦，3点半了才吃。大家，我们来到了中环这边，走走看看。大家猜猜，这是什么东东？你一打开哦，它是水罐来的。这个好啊，这个又不会左位置。它的价钱是78块港币。哎，我觉得 OK， 也可以买。哇，大家，这边连沐浴露、洗手液还有洗头发的嘞，你可以选你自己要的味道，然后选瓶子。我自己泵，好啊，你睇我啲老师嚟有，系咯，呢度系乜嘢 market 啊 ？Central Market， 这边很多东西看，大家。哇！在外面下雨啦，所以我们就进去东东东地走一走的。这边的东东东地很好走，所以如果你们来到香港来讲，不妨进去里面看看。然后现在我们找个地方坐下喝咖啡，跟我们无意间发现到这个 cafe 的东西很可爱，我要拍给你们看。为什么我说它的东西可爱？这边除了有面包之外啦，我要带你们去看它的蛋糕。你看它的蛋糕 ，ice cream、西多士、山楂饼、小熊饼干、杯面、菠萝包，还有 packaging 的柠檬水，很可爱。
又是你啊？可不可以搭台啊？阿明意你准啊！唔再同我讲嘢。点解啊？又唔啱 channel 啊？一啲都唔啱 channel 啊！哎呀，你看，差一多事啊！喂喂。你可以斯文啲喎，我以為佢係紙嚟嘅，紙你個頭食得㗎。我哋先試杯面，我圍下的那一個外面是紙做的，那你知道巧克力做出來的那個外層，我們切開來看看。哎呦，做得蠻香啊！哦，它裡面是這樣的 ，caramel， 會食面。它这个面条有一点点很像布丁的感觉，等你试一下。然后它这个 sauce caramel 淡淡那种奶油的味道，比它蛋糕还好吃。我吃到，因为通常那种甜品哦，你那好看未必好吃。coffee 嚟嘅，佢会唔会有奶奶嘅味？冇，佢系 jelly 咁嘅味道嘅，真系好似食紧面咧，但系佢系 QQ 嗰种 jelly 嘅 texture。嗯，好，唔会甜味哦。好食喎，系咪？唔会太甜哦。试下佢里边嘅蛋糕，好，很香。啊，这个是，我是最爱吃甜品嘅人咯。对，但是如果可能 cheese 啊、太奶啊，就不是。可是这个是，好怕死，哎，我拣噶。今天我们要试这个西多士啊！你看里面是这样的 ，butter 做的很香哦。你看它那个糖浆，放少少 butter 先，系好食嘅，唔会太甜，但我唔知道你中唔中意。佢系 bure 咁嘅感觉。嗯，芝士喺度 ，yum， 唔系芝士嘅。快快饮水。系死火，死火呢堆嘢系我食咗。食完甜品，食晚餐，我很饱啊，现在。可是如果不吃来讲的话，那这间店呢，8:30就要关了。我们现在来吃网友介绍的这个一乐烧鹅，哇，来到香港一定要吃他的烧鹅，而且还拿过米其林的奖哦，要排队。哇，好馋啊，我的。妈妈想试吃，我的是鸭肉面哦，云吞面哦。The content is all about lifestyle. 这个奶粉是比较 U 的，那口感是滑滑的。我喜欢吃哎，鹅很香，它跟鸭肉的口感差不多一样，可是它的那个，它口感，哦，比很大个，哇的皮，大家如果你们来吃的话，一定要叫北，就比较贵一点啊，但是北就好吃，滑它的肉。那如果大家想要来的话啦，你是必须要跟人家搭台的，因为它的地方不是很大啦，很小啦，跟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是这样。可能你在骂嘴，你还没有吃完呐、啊，他就要收你的碗了的，你知道吗？然后跟你讲拜拜。你一吃完，可能嘴巴也没有骂，他就收到你的碗，然后你就要去给钱，因为你很多人排队。所以如果你们是人多来的话，请切记不要来，不是不要来啦，就是人多比较麻烦。我们现在来到了佐顿站，要陪妈妈想去吃她的甜品。But before 甜品，我们看到了街边小吃这个笃鲟鱼蛋，一定要吃的。咖鱼蛋，对，我们就随便选一档啦。不过我们一直走看不到。冇鸡蛋仔我都未食啊！呀呀，捞鸟小食。试下先，哎。呢、这個同我哋平時食嘅咖喱魚蛋唔一樣嘛，佢哋好水水噶嘛，呢、这個係比較乾啲嘅，好夠味，但有啲辣，你有加咗少少辣，好食。不是開玩笑，是有點辣。我之前跟他講少辣咧，你試下睇先，辣咖瑪麗，辣咖瑪麗。咪哇，是妈妈想要吃的甜品，该该甜品啦，排队啊，哇老诶，看到吗？你来在那边。街街食唔到，我哋食心怡啦。心怡好多芒果啊，我媽上次有就芒果啊，因為嗰個街街冇好多芒果。冇芒果完全。有芒果，但係嗰個芒果糯米你又唔食。好啦，我入去啦。啊，其實這邊也係蠻多選擇的。如果你不要吃芒果咧，它還有羊腩，然後也是有肉。
大家早晨啊，今天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三天。我们今天呢要准备 check out， 我们要入住另外一家酒店。明天就要回了，所以今晚呢就一定要疯狂的到处走走，因为昨天下雨啦，我们没有办法去到那些景点打卡，因为反正我们去到那边又阴天又下雨，很难拍照，所以我们昨天就一直吃吃啊、喝喝啊、坐坐啊、走走而已。所以今天要去的地方呢是我们没有去过啦，但是听妈妈想讲说那边还蛮好打卡，很有那种香港复古的 feel。是渔村来的 Dio， Let's go Dio。 今天我们都走这种很文青的路线，他终于不是黑色了。我跟你说我穿黑色呢就经常说我什么整天都穿黑色，之后呢我今次不带黑色来呢做什么没带黑色来，究竟我想我没今天你这样穿好好看的难啊我做人。然后呢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搭配哦、oh, green color， 我是走这种环保意识、这个、很环保啊，很环保 go green。 我身上穿的这一个哦是 awaken 的乳贴，还蛮舒服的，你要穿吗？给我摸一下。不可以。是如果你们穿这种无袖啊两条带啊，真的是好舒服，没有那种穿内衣的那种约束感。然后这个呢是我今天的妆容，我很晒，终于出太阳了，好看吗？好看吗？很晒，看不到自己。哇，还太阳啊！今天的天气呢就凉凉，我刚才 check 了啦，大概是20度这样子。终于可以带我的 gentleman 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去附近找早餐吃。不我那么觉得香港的公仔面好吃，面不会暖暖的哦，嗯，好像煮了热辣汤，它没有什么油，好吃好吃，是一道巨扒蟹，这家茶餐厅就在我们的酒店附近，我们也是昨天临时才找到这家茶餐厅，不错吃。我们来到了半路 coffee 店 ，halfway coffee， 哇，很有 feel。这一区哦，大多数都是五金店，所以嘞，这边就弄到有一点点五金店的 feel， 很可爱耶。他们是用这个来收钱的嘞。旺角吃这个十八座狗仔饭，他们说这个很出名的，一定要吃。又可唔可以同你搭台啊？拜拜。哇，原来细果鸭翅啊！我狗仔粉。系咯咯，食唔食芫茜？啊！终于揾到一个同我系芫茜 lover 嘅人。正常不喜欢吃芫茜，吃芫茜。千羽，吃千羽你好。千羽，下次带你来。千羽，你在。它的汤都很浓郁，很好喝。你看到好像一碗平平无奇的粉，可是你吃下去哦，你会吓到。吃看它面的，它的面是这样子一条一条，有一点点像我们 KL 的白糯米。它的口感有一点点我们想吃过福建面有没有？那个口感。它加了那个菜脯，然后整碗汤就是非常的鲜甜的喝，而且汤头是一滴的。再来这个是西杂烩，它里面有白萝卜啦、猪骨啦、猪皮啦，还有猪大肠。只有我一个人吃，因为他不吃。它的汁有点点很像甜酱这样子。鸡皮，
如果你单间吃不完来讲的话，你可以叫小的，因为他们也有大的。你要饮汤先，你要饮汤先。哇，系咪？系咪好浓郁？好似汤羹啊。嗯，会点几个？嗯，如果你们不能吃辣来讲的话，那你们可以叫比较辣的，因为它是有辣的。因为我不懂他们香港人吃辣的程度，还是他们够咖喱然辣多一些。如果你们吃这个面，一定要加这个辣的菜头。之前有看 YouTube 有访问过那个老板，以前他们是那种白永斌的嘛，他们。然后这个辣的菜头啊，不见完，给人家叹，因为太好吃了。帮小姐，我哋加少少试下。加咗辣椒啦。配咗少少似辣椒粉，加咗嗰个菜脯，嗰个辣嘅味道咧，我哋系食过嘅 ，chili powder 嗰种味道。干净哎，很有木鸡木鸡的感觉，不错不错。哇，他的厕所很 Q 哎。哇，他干湿分离的马桶在这边。哎呦，他欢迎我啊，打开嘴哦。他的喝的滚水是这样的哦，免费正饮。哇，是这样的嘞，很 Q 哎。牙刷，哇，很不错很不错。那我们住的这个洞冲的 Silvery 的 Hotel 呢，好处就是楼下就是那一个洞冲的 Mall Outlet 啊，就是有那个 Sport 啊，或者是你要买包包啊、鞋子、衣服啊，住在这边有好有不好，不好就是可能等一下我又会乱花钱了。然后我们刚一阵走走说很多东西看呢，怎么办？我现在换上了另外一套衣服，要准备去戴欧拍照看夕阳。Let's go。坐了接近差不多30分钟的巴士，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个大欧渔村。然后我们一下车就开始闻到鱼，有海鲜味，新的味道。对，那这边呢，其实是一个渔村呐、啊，然后很多人来这边就是打卡啊、拍照啊、买东西吃的。其实我们算迟来了的，因为我们是打算要拍夕阳无限好，可是今天太阳都不见了。今天阴天呢，没有太阳，所以没有关系啦。我们就走走看看，打卡拍照，顺便给你们看看这个大欧渔村是什么样子。对，我也是第一次来。坐船啊，可以看到这个粉红色的 dolphin， 如果你幸运。他们讲一定要吃的哦，这个。哇，它的鱼蛋很大，它的鱼蛋，它的鱼蛋超级意大利，它的口感是脆脆的，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鱼蛋完全不一样。外面那些小粒的是比较软的，对对对，现在我来试试看这个大墨鱼，卤水大墨。来啦，我想吃啦。它没有太大的味道，而且我还以为用卤的哦，墨鱼会咬不烂，可是它这个是 Q 弹的，脆脆的，它味道不会太死咸，很好吃，刚刚好。睡着了。Oh no！ 这个大欧必吃的沙蛹，劲无害。这个哦，他们讲来到这边一定要吃的哦，它有一点点像多那这样子的。哇，这边这样多猫的，哇！我们找到有一间还有卖沙蛹，吃看先。我吃东西要随时杀铁妈的嘛，它的那口感哦，有一点像泡空空的杀铁妈，面面都继续就好吃。如果你们来到这边来讲的话，一定要买他们的沙蛹。现在我来试一下这个奶流哈干到底是怎样的味道。
很硬，但是哦，是可以吃到那个奶牛哈的味道了，是不错吃啊，可是很干。我觉得你整包吃完来讲的话，你的牙齿会很酸。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渔村的其中一家咖啡厅。在我们酒店附近的一个 mall 吃我们的晚餐，因为本来我们想要在那个 outlet 那边，然后刚才有听到那个傻傻的 staff 有讲到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商店他们基本上八点半就关门了啊，然后到凌晨十二点才开门，基本上应该没时间 shopping 的了，我想跟他喊钱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叫做曼瓦哈茶室。啊，曼瓦餐厅吃东西的，它有早餐类啦，但是我们现在要吃这个特色饭类，秀碗饭啊。喂，佢嘅portion大到，哇老喂，你一个人可以食一碗。喂，你看，你看。哎，这样这样难摆一下嘞，喂，很多哎。大家该好吃到忘记拍给你们看，这个秋蒸秋蒸，你看呢？它马币大概30块啊，鸡多肉，它的肉哦是它买好腍，很好吃。对，它卤得很好吃，然后它很切法。虽然我最近也没有什么在吃饭，可是我就是会一直。你可以把那个饭拿起来吗？不、哦。是两个人吃的饭来的呢，喂，只不过两个人吃啦，大碗啦，这个是以前我一个人的份量，以前啊，现在不得了，老了，肥而不腻，肥的那一刻入口即化，又是去找的，又是妈妈上门的这个餐厅，我也是随便找，随便找，随便找的，这个文化是不是很出名的？不知道啊，我都是第一次来这里的，最后一碗一定要醉啊，你要醉啊。我们在我们酒店楼下的这个吧哈喝点小酒，然后就好好睡觉喝咖啡。耶、yeah. 很重，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菌头力。早晨啊，现在我们准备收拾行李要 check out 酒店，吃好东西就要去机场了。我没想到这4天4夜的这一个香港 trip 那么快的结束啊。为什么4天4夜呢？因为我们到的时候哦，10点晚上到，然后基本上我们回酒店就是睡觉罢了，所以我们有3天的时间去逛逛啊，吃啊喝这样子罢了。总结一下我整个香港的 trip， 因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好像是5、6年前的事情了，所以这次回到来香港呢，其实也蛮开心啦，因为吃到我想吃的东西啦。只是第二天天不作美，下起了毛毛细雨，所以有两个地方我们是没有去到的。这样也正好，这样子就是给我们机会再回来，对不对？对对对对。嗯啊，所以如果你们就是有兴趣要去大澳渔村来讲的话啦，要去之前呢，你们可以上 Google search 一下，你们可能想吃的一些小吃，因为那边还蛮多很好吃的小吃的。我们昨天去呢，其实有蛮多档没有开，而且人也比较少啦，可能是疫情的关系啦，因为妈妈想之前有去过啦，其实还蛮多人的。不过我们昨天也算是比较迟去了，所以很多店呢都已经关门了，然后要吃的东西也没有开门。你们想要去体验一下去看看的话，这个地方是 OK 可以去的。我们怎样去呢？就是因为我们的酒店楼下就有巴士站，所以我们搭11号的巴士呢，坐一个3到40分钟可以直接去到那一个大澳渔村的。可能你们又好奇为什么我们住这家酒店，我们住家酒店呢，是因为我们去机场啊大概10多分钟罢了，所以呢5分钟罢了，所以我们最晚就选择住在这边，然后我们顺便可以在这个楼下的 outlet shopping 一下嘛。如果你们不是住在这个酒店也没有
关系的，你们可以直接搭这个 MTR 来到这个东涌的这个站， and then 你们来到这个巴士站，搭11号巴士也是可以去到那边的。哥哥以来讲，佢个 luggage 好红，所以咧我哋打算咧食个早餐，顺便去睇下嗰啲铺头有冇开啊。佢要卖啲，佢讲唔得，我要卖啲嘢，因为系剩很多钱。是啦，反正都用换了嘛，就用掉它咯。对对对对对，其实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买什么东西啦，哥就这样啦。啊，我们下来咧，这个全部都是那个 outlet。Oh my god， 十点咗我未开门啊！哇，嗰个人冇呃我哋哦，12点先开哦。唔係嗰個人講咯，疫情嘅問題，因為人少咧，所以佢哋決定唔好咁早開門，同埋早啲閂門。你看，全部的店都沒有開，這邊真的是很好逛的，真的很多店，彩妝啊、包包啊、衣服都有。你們可以12点過後再來，那基本上8点半就關了的。平均啊，大多数都是八点钟一关。如果你们想要买那个彩妆啊 ，skincare， 可以开到10点的。然后我们现在要吃什么呢？我们现在要吃这边当地的麦记，哈哈，麦当劳。没试过。他讲他的那个什么巨老包很好吃的哦，可是现在是早上哦，不懂那巨老包有了没有？我们现在去看看。哇，港式奶茶佢呢度有。有通心粉喎。哇。是哦，要唔要试下？可以试下。你要呢个？我要你。嗯。OK， 我哋食呢个。知啦。猪柳通心粉，哇！佢有猪骨味，有清鸡。也是诶，哇！他还有给你选呢。猪骨啦吓。哇，猪柳包，唔错哟，汉堡啊，炒蛋嘅，定系要煎蛋嘅？拣一啦，一个麦片，一个布谷嚟，快啲试试饭啦，都未见过。嗱，呢个啦，呢个啦。哇哇，明天可以吃到通心粉呢，还有猪扒，还有奶茶，还有午餐肉哦。开玩笑，这个早餐开玩笑，很开心呢，是不是？人家大人小孩吃了，是很开心。午餐肉 burger。很好吃，它的那个午餐油很香，它的面包很好吃。咦，我的午餐油，它的面包是不是很好吃？哦，好 soft 啊！午餐油好好吃啊 ！OK， 而家我要试下佢嗰个猪扒通心粉，我看下汤先。因为我熬的是猪骨汤，很浓郁那个汤头，还好吃嘅。它这个猪扒咧稍微有一点咸，但是是好吃的。接下来拉一茶先。OK， 木头。奶茶 OK， 很像外面茶餐厅的那些奶茶。总结来讲，来香港一定要来美丽哦，吃早餐。大家如果你们想要吃这个潮蛋午餐，有来讲它只限早上而已哦，下午就没有了。然后因为太好吃了，我们又跑去买的一粒，哈哈哈。我吃了之后，我问那个一粒，你还要吗？你不要我吃啊？要，当然要了。为了我们不会打架，我们决定买多一粒，因为太好吃了。大家记得啊，吃早餐来美丽吃早餐。我们坐 shuttle bus 去机场。哇，各位，从酒店来机场哦，大概5分钟不了嘞，很方便嘞。我们坐那个酒店的 shuttle bus 又免费嘞，又免费。哇，我头发很乱，很大风啊，今天风这么又很冷，没有冷啊，是很冷。回家喽。哇，机场也可以买到 Disneyland 的东西哟、哦。食物区。大家这次的香港之旅到此结束咯，谢谢大家的收看。那一点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如果你们有多余的时间，那可以早一点来机场，因为机场非常多东西看，而且非常多东西买的。然后现在我们就在这边黑一下，就要准备上飞机咯。而最后呢，也要谢谢妈妈伞带我来香港玩呐，我爱你。其实呢，开心好简单啫，最紧要好玩。拜拜。